哎，找到了。你们又要占我便宜。我输了都。爸爸。哎。太阳出来，月亮回家了吗？对呢。星星出来，太阳去哪里啦？在天上。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。家了，太阳、星星、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妈妈，哎，叶子绿了，什么时候开花？夏天来了，花儿红了，果实能去摘吗？等秋天到了，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？它会长大的，花儿、叶子、果实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宝贝。像太阳照着妈妈，那妈妈呢？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，我呢？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。哈哈哈哈，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。哦嘿嘿耶耶耶吼。对了，星星出来，太阳去哪里了？在天上。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。他回家了。太阳、星星、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妈妈，叶子绿了，什么时候开花？夏天来了，花儿红了，果实能去摘吗？等秋天到了，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？它会长大。花儿、叶子、果实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宝贝，哎，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，那妈妈呢？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，我呢？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。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